时间胶囊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，我来做指挥官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斧头人，嘿嘿，胖熊动了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木头人。哈哈，胖熊又动了。耶、嗯！ Yeah, 我第一个大。你们都这么快呀？咦，胖熊呢？吃饭了吗？啊，吃饱了。萌萌，这是沙漏，古人们会用它来计算时间。哼，不好了，有个棘手的任务需要大家。一批研究物资将要发回地球，所有物资需要在今天之内装好，火箭才能顺利发射。啊，已经开始计时了。那我们就用这个沙漏来计时吧。那我们阳光小队马上出发吧。我们来帮忙运送地球物资。这是你们要搬运货物的楼层，火箭还有18小时50分要升空了，请大家抓紧时间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吧。嗯。各位可以从这里上去。嗯。哇。我先走了。岂有此理！第一肯定是我，我才是第一。你们两个，啊，喂，等等我。好累啊。吃个零食补充一下体力啊。
听到，我是第一，下次我一定会赢你的。哎，劳动活确实不适合我这种智商高的小朋友。哎，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？嘿嘿，咦，胖熊呢？啊，胖熊，快起来啊！不要睡了。对啊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看看现在几点钟？嘿嘿，还有2个小时，慢一点都不怕啦。哇！我的货物。1、2、3、4，少了一个，在那里啊！我的货物啊！补补，我的货物被机器人拿走了。胖熊别急，我马上就来。大家留在这里，等我们回来。别跑啊！你拿错我的货物。胖熊，补补，我的快递被前面的机器人拿走了。啊，这么多机器人，哪个才是啊？咦，让晴天小助手来帮我们找到他吧。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补补。百变装甲合体，幻影急速出动！哇，好可爱的小狗狗！警犬小助手，帮我们找一下胖熊的物资。小机器人，你没事吧？补补，太棒了！啊！不好，前面都塞住了。我的车啊！胖熊这么久都还没到呢。这台好像是胖熊的车。他们人呢？今天结束了，任务没有完成。早知道我就不拖拖拉拉的了。胖熊，咦，沙漏还没有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火星的公转周期比地球长，所以火星的一天是24小时39分35秒，比地球的一天多了近40分钟呢。那就是还有时间咯。好耶！先别庆祝，我们要抓紧，现在只剩30多分钟了。按目前路面状况，我们恐怕还是赶不上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过不去。嗨，布布，你们完成运载任务了吗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莉莉老师，我的物资还没送到。现在路过不去，有能让我从车顶上通过的办法吗？有了，你可以变成空中巴士，
从这些车顶上跨过去。就让我看一下有什么升级道具可以给补补吧。啊，就是你了，海号加空中巴士，完美结合。百变装甲融合升级，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不不！幻影急速，帅气登场！补补快冲，时间要到了，交给我吧。出动！百变校巴，任务完成，布布！好了，刚好赶上。都是因为你偷偷拉拉啦，胖熊。我以后都会遵守时间，不会迟到啦。能解决问题就好了。但是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回去睡觉啊。胖熊果然还是最懒的那个。先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流水警长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护卫船长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。